哇，我很 up， so up。你好，哦，新的小姐姐耶！天哪，这里真的很多不一样的小姐姐哦。热热的天气，然后冰冰凉凉的毛巾，这是他们的那个基本流程，就是冰镇一下你。他脸部按摩超强的，不过呢略大力，所以呢这个呢你就是要跟他讲一下，让他调整。
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讲很少的话？因为呢，我完全沉浸在舒服里面。他采耳真的很棒哎，哇！而且呢，他的按摩呢力道非常足够、哦，不过稍嫌大力一点啦。那我就来会会他，我相信他工作至少满满一年这样子。M， 登垃圾。Joy。M， how you doing？ I guess 23 Upper 25 24 跳过哦，哎，他英文不错哎。You can speak English? I think very good already. Must about new number. Only 1 year? But you do must are very good 呢。哇，高冷高冷，很活泼哎，感觉很好。M 型也买。很活泼哎，喜欢喜欢。M 高包妞。OK。Yes。155。Yes。One more。高啊。Yes。160。Yes。包妞几 ？45。No。Down。43。Very thin 哎，所以他是猜猜姐喽，就是一直要我猜就对了，可爱哎。Tit la masa kong。OK 啊，嗯，高顶 OK。高顶。哈哈哈The teeth brush, you do about new thing. Young, I also 40 million. Wow. Wow, 一样哎，我们两个是牙套好朋友。Thank you.
洗头啦。哎，他力气真的大。OK。哇，我很 up， so up。谢谢，拜拜 ，see you。活泼，大家可以找他。VIP 的三月辣妹洗头马拉松赛的第二位小姐姐也结束喽。秀宇小姐姐真的是来势汹汹哎，那我们赶快来帮她打分数。那我们一样先从按摩看起哦，她按摩非常的有力，
有力到可能男生都会有一点接受不了。那他技术真的很棒，但是真的啦，有一点太大力了，所以呢，真的要扣一点点分数，4.5分。洗头的部分也一样哦，哎，很舒服，而且呢，非常多花招，甚至洗耳朵。可是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被洗耳朵，然后会有一点抗拒。那我觉得他应该要先问过才对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整体而言，他是一个做超过的小姐姐，很认真，很认真，但是有一点点超过，所以一样啦，扣4.5分啦。感觉的话呢，嘘寒问暖啊，然后刮胡子、采耳，整体都非常的好，这个真的没话说，而且非常活泼，我喜欢，所以给到满分。礼貌的话呢，人家还在戴牙套嘛，所以我们给他一点时间。不过我觉得呢，之后一定会变得更漂亮。那我们先保守一点，给个4分。那整体而言真的是很舒服，不过呢，真的是有一点 over。所以呢，大家如果遇到他，记得跟他提醒一下，哎，我不要那么大力，哎，这个我可能不用做哦。